变成漏风了。啊，没事，我没事。你冷不？你冷不冷？哦，谢谢萍萍姐。那个是什么呀？好漂亮。还是那个他开那个地方最暖和。真的。发展的地方好棒。啊。我们在青岛。Kiss me, daddy. 拜拜拜拜拜叶子姐，拜拜。不行，我这会回家听你，我很难受。出去解决一下，我听你出去解决。亲了就被封了。这样不行吧？这样不行吗？这样。就是说，总是欺负我，桑桑不清白了。你看看我的耳屎是不是有点多了？谢谢小泥鳅。在青岛掏采个耳朵很贵，我还没去采。这是吧？嗯。那个叫什么？鲁班。就你喜欢鲁班。我觉得就是把他那个花絮放进去，没有比正经简单。没有，今天我俩在家里拍广告。我调的好浓啊！我不能，我闻一下。他就用这种杯子给你调的吧？没事，一杯。他应该放了一杯的量。没有，今天我俩在家里拍广告，然后有一句话，我俩老是笑场。就我俩就一直在笑场，笑了得有半个小时吧，然后就觉得笑场的地方比正片好看。我等着把花，等着广告发出来以后，再把花絮发出来。不止我是出品。欢迎大家。哇，你胸肌不错呀。有点轻浮我了。其实有点上头了。没有。你怎么感觉合上来了？你割上了。
信我。你闻我嘴，闻一下，你呼吸，你这样。他说我嘴臭。妈，你胡子扎到我耳朵了。好的，姐姐，你们知道他这个胡渣给我们家接了多少广告？30个人，家人们，三十。他那胡渣接了可多广告了，他是一天不刮胡子，那胡渣就可扎人了。哦，咋了？咋了 ？I don't know。情绪上来了，家人们，情绪上来了。I don't know. Sorry。情绪上来。Everything I'm。哎呀，行了，哎呀，我就 OK，Fine，OK，OK，OK， 还跟人家整上羊的了，走了，海，走了，浩南。哎，不行，不是说好的年尾要去海边吗？给他看一眼，我们俩就在海边呢。猜都猜到了。哎呦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是海边，不是你俩。看见了吗？大海。那个黑色的就是大海。怎么办？不看不清，老公。看到了，晚上的海就是黑的。怎么办？可是那个太黑了，大家看不到。你们是拿了个背景布吧？大家说你要跑过去才行。我去。你们家人都说你们要跑过去，但你们跑过去了。真的要跑过去啊？欧某，你这个灰裤子！哎，我看他在里面乱死了，我真的是。远不远啊？那儿？这推远啊！那就是海。就是你们亲，就离你们家也不远，这个地方。对啊，这就是海啊。这是草坪吧？不是啊！天哪，老铁！我给你看看啊，这是沙子，你看这沙子，这沙子。你看得见这沙子吗？我给你看一眼啊，来，沙子，行。现在退潮了，退的就很远，看得见吗？正好给大家也看一眼。等会儿我跑一下，就是我垫着高跷。真的，我开始以为就是这儿有点像球场。对，现在应该是晚上了，晚上可能看不出来。我垫着高跷呢，我现在有点不太好跑。我操！我有深海恐惧症。其实一到这种地方我就有点恐惧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我，哦，你看了吗？我也有听到了吗？恐惧症，听到了吗？听得到一丢丢。对，就是这边，你看，这边都是海。但是真的太……我是有深水恐惧症。我真的太吓人了，这边都退潮了啊！好远，还有好远。我不敢过去。嗯，你看，就这样。看到了，看到浪了。哎，这边还挺灯火辉煌的，你看，就是海边还挺灯火辉煌，感觉挺热闹的。这是闹市区吗？不是，这边就是一个景区。啊，你们跑到青，你们去旅游了？我们就在青岛呀，就在青岛的景区啊。下次行，下次我去那种半山拦腰上面喝茶，然后输了，我说让你们去找，我们这边去崂山，我们就在崂山，你们就在崂山啊？这个地方是崂山，怎么没有山？崂山区，但是崂山还远，让你们去找崂山。哎呦，哇，我天哪，我差点就进不来了。
我走了，你播吧。要得要得要得，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。行，拜拜，不辛苦，拜拜，玩的开心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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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咋了？没事。啊，累死我了。其实我就真的有点大海恐惧症，这边我就真的有点恐惧。对，没有我在，是不是没有安全感？你太扯了！如果再要掉海里，你容易带我沉。可是我会游泳啊。咋了？咋了？I'm so sorry. 啥呀？ Everything. 哎，脾气不错。哎呦！起来了，啊，
了。